深澳渔港。哎，上次我们好像停在这边，有没有？嗯，也记得好像。哦，刚才我们去的是他们的分店。哦，上次好像停在，他要走过去看那个。回去凉亭那里啦，莫名其妙。你看，你看，上次我们在这里，嘿啦，在这里吃的，这不在这里只是吃点心，像别人在里面。这里你只能坐在车子里面吃了。这个是海钓船、娱乐船。不停哦，出去这边可以停。不是啦，你不是要吃这两碗羹。你看你，坐在车子边吃好了。啊，不然他带来这里台阶这里吃好了。本来今天没太阳，还熏呢。那等一下我们来看，好了好了，后面有阶梯公园了。你要先去。